9月23号，明天就是平安夜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发我最后的饼干。发饼干比较多人，里面有四袋。天气超级的好。现在这么好，猜猜看是几度呢？只有一度哦。我要去泡一下温泉。圣诞树超大的，在 The Yard Common 里面，超大的，还会变色。你可以走近一点，他们会有一个距离。他们会攻击我？不会，他们会躲你。但是，就是如果你安静一点走路的话，你不要只是朝着他们走，他们就会慢慢的。你可以说你朝那边走，然后他们就会让你靠近一点点，然后再躲。哇，塞！而且他们真的很吵。我很久没拿了，它好像过期了。不过如果没有过期，可以给大家看我们学校拿包裹的方式，就是要刷卡，然后打PIN嘛，或者扫 QR code， 然后就会帮你开门，然后你就可以拿。看会不会成功？可以，签名就好了。对账单盖起来了，
塞巴有超多 locker， 然后它有大的有小的，小的就可能放那些信，然后可以来这里拿。进入放假模式，就是完全没有什么人哦，平常一堆人走在这里，不管是上课时候还是看起来不是上课的时候。现在跟一开始我第一天来拿学生证的时候，就是还没有开学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，就是路上可能只有两只人。 This is me。 我发完我最后饼干，我刚刚本来跟刘锦佳说我要回去煮牛排，但是我走到丹尼后，我就是会忍不住想要进去吃。我现在想要改成去吃丹尼后，对不起，你在看这次影片可能会有点傻眼，但我现在突然间一走这拿包裹就想吃丹尼后。Livingston Campus 有什么？这是 Livingston Campus 的 Library。我一开始我在这里读书，然后后来就是还好，因为这边就很是 Livingston Student Center。然后这是我们 Campus 的牌子。这是 Student Center， 然后就是跟一般的 Student Center 就是在 Bush 那个一样，就是里面会有很多会议室，然后或是读书的地方。然后有很多餐厅可以吃，但现在八成是没开，应该只剩下 Dining Hall。 然后 Student Center 的对面呢就是 Dining Hall， 然后左边那个门呢是 Take Out 的，然后里面的人是就是内用的，应该是有开吧，我进去不知道。有你的没有空。不知道有什么，现在看。有披萨。怎么这么大？学校的蒙古烤肉区，就是中餐的那种，它会，你可以自己选蔬菜，然后还有肉，然后它帮你烤，还有酱都可以选。反正是我刚刚随便拿的，是牛肉。回宿舍了，没有意外的话，明天就是直接去斗牛号那边，所以这会是今年最后一个在学校的样子。下一次回来就是跨完年之后，然后去完博士生之后才回到学校，所以我明天就会去纽约那里了。